黄鹤棣作为飞行嘉宾参加了湖南卫视最新一期的《全员加速中》节目，而本期节目的收视创新高，不得不说弟弟有很大的功劳。今天就来分享一些王鹤棣在节目中的精彩片段。加速队员身边，走了，你懂什么？你怎么在抖？成队，怎么的啊？找到正确的门在哪儿啊？去有风险，先苟一会儿，行不行？苟一会儿，因为啥？来第一次来也不容易，第一次来一期节目，咱就这个背景，咱们这个背景录了一期。刚才那个，咱已经被抓了一个了，对啊，咱俩得珍惜点，咱俩这个身上。走，咱真的啊。找找门呗，要不这也不好玩啊。Yo, what's up, man? 人力难防。你没了？你没了？我没了，王鹤棣。你没了？王鹤棣，快离开这儿。What the hell? 被抓风险是。坐下。那个地方，哎，有个西瓜摊，看到没？雷好啊！梁仔要买瓜啦！买呀！你这儿有什么？我就买瓜哦。不是，你这儿用的这个头像是我呀？哎呦，我看一看，你是不是用的是我的这个肖像？你看，这有点像哦。是不是我？这我本人，这有个眼睛。你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任务什么？弟弟瓜摊，不是你还用我的名儿啊？你一个卖瓜，你用我肖像群，你还不告诉我线索？行啊，我记住你了啊。你去帮我找一下我儿子。哎，猎人来了。感谢感谢了。会上嘉宾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我天哪！万一有人，人好，雨桐，你先走，没好了。幸福，你说吧，现在怎么个事？快，一个别废话了，来吧，说吧。那个找儿子是吧？儿子掉了是吧？西瓜头，宝贝儿，跟我走。别人，躲一躲。我想用柜子里面。不是，我按的是他们颜色的呀，不应该抓他们吗？这游戏节奏这么快的吗？哐哐，不是，不到被抓两次了。我的手机，这我的，各自为战了呗，朋友。那行吧，祝你好运吧。闪亮队，道具老师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刚刚就不应该分开干啥呢？还分道扬镳，顶峰相见，见啥呀？啊，我在我们刚刚分开的那个店。还要解题，这啥呀？红色代表什么？黄色的。你去解吧。OK 了，你分享。分享。你分享。跟颜色有关。哥们儿带你来解这个题，谢谢哥们儿。你是我俩帮你一块儿，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分享？那你先告诉我这个人什么呗？我只能说这么多，这里有八个颜色。对，谢谢兄弟。想想啊，好难过。打 NBA 有什么用？歌唱的好有什么？对，该名，职员定位抓捕。看了是吗？确实，我想了一圈，我们队好像也没有这么聪明的啊。好难过。打 NBA 有什么用？歌唱的好有什么用？啊！王鹤棣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，你同意吗？